另外，今年七月，咱门派出所在即正式接到报案，受理一件小派案件。经过警方对查，发现公原来这被害人和嫌犯那是熟识，而且佫曾经因为犯案被关做伙。后来警方顺续对报告案，专案现在依照的伤害罪来侦办。民众向南门派出所报案表示，江河市外庙前有人相拍。警方到场发现，伤者已经倒伫涂骹，立即呼叫着救护车送医救治。根据警方调查指出，原来双方是熟识，曾经是做伙坐车，出格了后因为缘故来发生纠纷。这个被害人的客色衣吼，身强体壮吼，时常有当时啊，对对张姓被害迄个受加害者吼。有迄个动脚动手的状况啊，啊因此结合人员呐，出两个人出狱了啊吼，又搁叶姓被害者吼，可能定定的拄着张姓被害者的时阵，有当时啊嘛是会动脚动手，所以引起吼迄张姓嫌犯吼伊的心生不满，所以搁邀请友人呐吼做伙来报仇吼，甲叶姓被害者拍一个地伤啊。上来去切刀的案件吼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嘉义市警察局第二分局分局长张顺条表示，打击犯罪、维护社会治安是警方责无旁贷的责任。不管大案小案，警方一定亲力侦办。最新新闻，蔡明东嘉义市采访报道。